No me cubo, me cubo。放弃戏份太多，太难过。还有什么？都没来过，没来过，没走过。太难过，我还能浪费多少个结果？今天想拍照呢，结果还可以吧，拍的。今天什么时候发？过两天吧，过两天发。说我本人真的懂唯一，我一会儿还是闭嘴吧。谢谢烤肉宝送的夜蝶，谢谢甜甜的烤肉宝。好热，谁懂？天气预报今天居然28度，谁敢信？今天居然28度，纯纯震惊。天哪，成都有30度了，真的假的？把我逗笑了，我不热。闭上眼睛，用心看我真的不知道胖了多少斤，这些天天就在那里吃。老奸巨猾，谢谢。
这次团建中杀回来。谁说山菜就菜了？对呀，我不是江直树吗？我不是和江直树一样是天秤座吗？江直树是天秤座，对吗？我不是慕容云海。我不要当慕容云海。天天直播都不知道播啥了，谁懂？连麦不知道怎么，我社恐。我社恐，我不会连麦，我不知道连麦干嘛。为什么有人在这发年羹尧本《甄嬛传》人 DNA 动了？意外的可能，风吹来的情理之中，红叶的街道，人潮又汹涌，不知道该去怎么形容梦。什么永恒？莫名之我感动。你这风，跟粉丝一起看《甄嬛传》，要不看《父母爱情》吧？补了吧？我觉得你们并不想看。打呀！直播刷抖音那可不行，那你们就看到我的大数据天天给我推送的啥，这可不行。谢谢七只二哈卡美女送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夜蝶。知道该去
刻的莫名自我感动，不需要人懂。可是我如果直播侧着，那多累呀！这是有点疲惫了。这世间虚度又如何，许是夏夜以外的可能，冻结来的情侣之中，为什么你有社交的街头人潮，直播卸妆。我刚化上这个妆不到20分钟，你就让我卸掉，有点残忍了。家人就是说，人刚化好，你就让我卸掉。真的会卸。你们那天说僵尸，我今天就刷到了我的僵尸照。今天是3月13号，对吗？啊，因为它是推送嘛，就是说这张照片拍摄时间是2018年3月12号，它就会推送给我。给你们看，这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次升血了。怎么正常人看？哎，我会，我懒得锁。别等了，等不到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是听完吧。这在这种疫情，对这种疫情中的人听这首歌真的是很头痛。为什么空口见渣？我渣你了，空口见渣在这里。怎么说这句话我就像个渣男了？
再专心一点，请你不要心不在焉。日阳还有愿望没实现，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，向着海平线。微笑是之前都不算终点。新的关于以后所有的幻想，完蛋了！我想起来，我的订购买菜在楼下，我买的冰淇淋可能已经化掉了。救命！我真的会谢。没事，它肯定已经化掉了。我给那个，我先扫一下微信。稍等啊。我已经回来了，你们在这里二什么？我先去拿外卖吧，等会儿再播，等会儿回来再播，五分钟回来再播，我先关了。哦，等会儿，等一下，先播一下。还可以再播一会儿，再等三分钟再去，因为新点的外卖还没到。什么蒋诗萍说想要和我连麦？他干嘛想和我连麦？我又不是那个谁，他为什么要和我连麦？我又不是乐乐，他为什么要跟我连麦？干嘛？他要跟我连麦，我立刻向乐乐举报。蒋诗萍要跟我连麦，他要对我进行一些个。后面的就不说了。这还 KY， 这算 KY 吗？我这么清水的程度算 KY 吗？不算吧，现在的不就是 KY 版本吗？难道就是说，那不聊，我只是在聊他们的最佳拍档，我不聊这些聊什么呢？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聊最佳拍档吗？闲聊一下有什么问题呢？不，当面 KY 我不会赢，我不会赢。对，我知道很多，虽然我没有参加这个最佳拍档，但是我知道很多。
女孩子们的故事。现在处于一个无敌状态。我连麦，不好意思。你为什么找我连麦？是因为你现在是单独一人，你可以随便找人连麦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也可以找你连麦，旁边100个人我可以找你连麦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？婷婷，你不会是在说中的那个？你不会是在哪个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听说你想找我连麦，所以说我没有，我没想找你连麦。你敢？你必须得想找我连麦。啊、对，我就是很想找你连麦。我们俩很好喝。真的假的？我们的姓名都是 J 开头。很像啊，然后所以就我你还有蒋云前辈，我们三个人，蒋云的，对啊的感觉，对啊，就是冥冥之中只是，而且我们俩又是一起出道的，是，对吧？我们又是那钻你牛啊，我已经两个了呀，我们是，我说你能想出第三个，那还有很多呢，你讲，让我来看看什么叫做 CP 脑。居然没有吵过一次的架，我觉得是冥冥之中给我们俩 low 为什么我们我就懒得跟你吵架。好吧，其实我也是 low 好吧好吧 low, 这点不好说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俩都是初恋脸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初恋脸了，我已经进化了，我现在是姐姐脸啊。可是我还是啊，你不是，你为什么不是初恋脸？我现在是好姐姐脸。 OK，你没看过那个抖音吗？好姐姐就是我，我就是你的好姐姐，我现在是好姐姐脸，我已经不当初恋脸了。那只是你这样觉得的，但是我还是觉得 SNH48 有两个初恋脸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你。 OK 好了，我冷漠了吧，在粉丝面前能不能装我们俩关系好一点？哦好的，我先没办法，因为我前面讲了我要等3分钟之后立刻下去拿外卖，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外卖，这是好多人的外卖。还有谁的外卖？还有郝静怡的外卖啊！你们现在怎么？哦，幸福，那我们俩就毕业了，算是好吗？别跟我毕业，没了我你也要生活，就是没了我的话，我求求你别跟我毕业，我不能没有你。选择了外卖而放弃了我，所以我觉得你。我觉得我们缘分。行，那我们给我5分钟，5分钟之后我们复婚好吗？5分钟之后。我不想跟你复婚，想跟我复，想跟我结婚的人多得很呢。你算老几？都排跟我结婚的人排到了。哦，不行，我到了西伯利亚了。请进，我在跟蒋勋连麦。谁啊？郝静怡，他在催我去拿外卖。哦、我在跟蒋勋连麦，他拉着我不让我走。他说如果我走了我们俩的 CP 就毕业。好，我跟你毕业了，拜拜。好，走吧走吧，那你挂吧，那我挂吧好吗？我挂吧，回来再播，拜拜，回来再播，等我5分钟，你别坐下，我马上就起来，等我5分钟。
吃的老婆饼。不讲啥呀？早就不讲了。嗯，真好吃，再吃半个吧。冰淇淋拿上来了，冻上了已经。嗯，真香，不干呀。我今天喝过奶茶了，嗯，真好吃，真开心。我看，算了，不喝这个。谢谢小眼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小眼宝。不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，我真不会跟人连麦。我有点社恐。别让我连麦了，我真连不了。谢谢坤坤宝送的夜蝶。嗯，谢谢坤坤宝。但是我跟贾斯汀连麦还是挺开心的。谢谢烤肉宝送的夜蝶，谢谢烤肉宝。我很喜欢跟贾斯汀连麦，等我再成熟一点，我再来继续再跟他连麦吧。我见他，我都有点紧张，说不出话。哦，想到贼搞笑，我刚下楼拿外卖，阿姨跟我们一起上楼。阿姨说：“楼下不插队在直播吗？”阿姨说：“这是在干嘛？这是在……”释放吗？还是说忘记那个词儿怎么说了？说这是在……对，我说阿姨，你这用词儿怪搞笑的。阿姨说那不这不是出不去吗？然后就释放一下，哦，发泄发泄。对，阿姨说的是发泄，这是在发泄吗？因为杨斌一着实把我笑的，他居然拿了个麦克风在那里啪啪叫。
发泄发泄，阿姨说的是发泄。哎呀，我又把我笑死了。谢谢玫瑰花。下一次团建多久？下一次团建是下一次。我就时间长了发现我买这个口红还意外的挺好看的，之前觉得不好看，但我买了几根更丑的口红之后，我发现这根还是挺好看的。谁敢信我前几天买了根更丑的口红，就是是我最近买口红里面最贵的但是最丑的一支。我再也不相信小红书的试色了，说是苹果红，但我买回来它居然发紫，本人纯纯用不了发紫的口红，好生气。算了，喝平原七四零吧。不能退，我都已经拆开了，怎么退？化妆品这种东西没法退。明天怎么又是情人节啊？哦，明天是白色情人节。别跟我说鼠，最近都是说什么笑鼠了，鼠摸东西，我真的是会怕。我最不能接受的网络语出现了，就是笑鼠。我感觉十万只老鼠飞过。说到鼠这个词，很难不想到老鼠这个动物，就想到一只老鼠在那里笑，我就觉得好恐怖，救命！最不能接受的网络用语出现了，鼠没意思呀，救命！我真的会救。当做米老鼠也不行，也会害怕。饶了我吧，我真的听不了这个书。救命啊！谢谢困困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困困宝。谢谢困困宝。现在来吧。小猫咪什么意思？但是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非常怕狗，但是我昨天居然能够小小在我怀里，我就抱着小小，我没有想抱它，我只是这样，因为我害怕嘛，我还在鸡腿上垫了个毯子，然后但是小小就跳到我的腿上，然后我就是说我们俩非常平静的度过了一段时光。
对，我们俩互不打扰，但是我有被治愈到。笑死了！小小很小啊，小小还是很小啊，小小的衣服都好漂亮。我没有见过小小版的小小，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大版的小小了。发现那个 CP 有点意思，那个叫什么？百里挑一。对啊，我很懂的。我觉得看自家拍的比参与自家拍的好，我很喜欢看。百里挑一挺不错的。别说叔，别给我说叔，我害怕。还有一个我浅浅了解到的一个叫做，我不知道这个 CP 叫什么，因为我真的不了解，我是真的不了解，我是只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感觉到怪怪的，但我没有刻意主动去了解这些东西。有一个叫做马玉玲和王瑞琪的，他们两个是不是一对？我不知道啊，他们是不是一对？他们是一对，他们叫什么名字？我甚至还不知道。他们叫金玉良缘。哦，我很会磕，真的假的？哦，这个金玉良缘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被科普了。谢谢熊猫眼度送的夜蝶，谢谢天天的熊猫宝，谢谢熊猫宝。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，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。好甜，好甜也很不错。好甜，很不错。提提乐，提提乐就是蒋诗婷和韩家乐，对吗？不舍不想，我只想说，也还可以吧，就是因为在梦田里，但提提乐感觉。提乐，因为我也挺喜欢韩家乐的，所以这个提提乐我感觉，行吧。世界有那么多人，谢谢6890宝宝送的小皇冠，谢谢6890宝宝，谢谢，给你下一个。
先哭再笑。算了，笑出来，谢谢。喜欢就去抢，别啊，我只是单纯的讲，我觉得乐乐长得非常漂亮。我乐乐说长非常喜欢的长相，而且乐乐特别白。我喜欢乐乐是在我们拍中午宴的时候，他穿了一个红色，就是也不是纯红色吧，红白的一个裙子，一个吊带裙。我觉得我天哪，太漂亮了。对啊，好久了，那个时候我就有被他惊艳的。我没有暗恋吧，我好像讲过我挺喜欢乐乐的。我以为是抢，算了，不了，尊重祝福。乐乐的微信我有啊，我怎么可能没有？这是我不知道哪个是他，因为我微信不备注，我的微信都备注不了。我昨天给水水发视频，我说你的微信名叫啥啊，我就因为我就很不喜欢备注，就是这人的微信名是啥，哦那你就是啥。对啊，不备注就忘了，忘了就忘了呗。我会加，因为他经常，我不是说忘了就忘了，是因为经常会发朋友圈，因为发朋友圈你知道这个头像对应的就是这个人了。为什么备注？懒，不想备注。好渣，这和渣有半毛钱关系吗？请问。对，因为我也很少会主动找人。笑死，每次都发给农农。我已经因为讲视频团加乐加提提了，所以我决定我应该这样删删了。我单方面起的。我醉了，我醉了，可还行。删了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最近没有活动，没任何活动，家人。最近的活动就是说，直播，就是发泄。用阿姨的话说就是发泄。800年没出过门了。
约啦，我天天在中心就约小伙伴玩啊。谢谢山上小甜姜送的权杖，谢谢，谢谢。天天就在和大家一起玩啊，每天都在和大家一起玩啊。哇 ，Switch， 玩小游戏。公演我在的呀，但凡横店没有召唤我就都在，而且我在想万一现在横店叫我，那我也去不了。咱们就是说这就是前没有，应该不会叫我，叫我也去不了。对啊，就是说还是不要乱跑吧。没有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作为剧组他们的要求肯定会更严格。没有，最近还没戏，我的戏很少的。回到身边，哎呀，救命！我们这里还没有要做核酸。不，我不要，我拒绝。今天不发微博，也不发，今天不发，过两天再发，明天或者后天再发。今天下播了就找个电影看看吧。是错落相见，推荐几部烂片，你说我给你推荐几部烂片，我推荐不了，我烂片我都看不下去，我怎么给你推荐烂片？这人想害我，看出来了。对啊，小鞋子挺好看的，我好喜欢小鞋子拍的镜头，镜头很漂亮。人家叫小鞋子，不叫小茄子。我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讲故事类的电影。纪录片也可以了。有的电影不是讲故事，我喜欢那种就是娓娓道来的那种讲故事。《阿甘正传》属于说是不是就会想看的电影。困了。
我们浅播一会儿吧，播到11点，我们就10点我们就下播了。谢谢小墨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小墨宝。今天直播都不知道播啥了。就聊聊天，打麻将。怎么直播打麻将？没有麻将。线上打麻将。不要玩，发的是什么？我都看不懂。谢谢花石包送的小皇冠。你现在隔离几天了？佳慧是什么？06是什么？为什么给人家少个一呀？谢谢被无语的。会打016，就聊聊天好了，我不会玩游戏，我啥也不会，我是个笨蛋。我明天可以和大家一起玩游戏，我就会玩。谢谢特立独行的幽默人，谢谢宝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宝宝，谢谢甜甜的特立宝。我们对团建的时候，我就是大聪明了。我现在是不聪明。
们叫我最好是，我不是又能怎样，我是又能怎样。以后打算干嘛？怎么突然问这么离谱的问题？在无人演出的剧场，谁凋谢的雨乘着风也飘向你，你耳边低语，默默地打自己满怀热烈情绪，就会别离，太爱你。到最后只好小心翼翼，想试着偷偷靠近，可同你的心。那我就拿狼就好了，我想拿到狼牌就好了，就不会被守到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山上小甜姜送的夜蝶，谢谢小甜姜宝宝，谢谢。我一幕幕想都不敢与平常，我夜蝶当当，你占据我的遐想，封闭你的窗，在无人演出的剧场，我想念是凋谢的雨，乘着风也飘向你。激烈情绪，谢谢谢谢荧光棒宝们，谢谢。想试着偷偷靠近。那透明的心的表情，开篇的指令。我的冰淇淋是不是已经冻好了？应该也还没有吧，不知道冰淇淋冻好了没有。谢谢离开宝送的夜蝶，谢谢离开宝。偷偷靠近那透明的心，今晚四点点灯好，那时候我都已经睡着了。当然啦，我不看日出了，我昨天都没看。谢谢烤肉宝送的权杖，谢谢烤肉宝。昨天几点睡的？昨天三四点吧。谢谢刘二宝送的夜蝶，谢谢刘二宝，谢谢天天的零二刘二宝。对不起，什么零二宝刘二宝。因为我上次是，因为我上次是更晚嘛，所以就进步两个小时已经很进步了。昨天在玩游戏，不保证。
在玩 Switch。今天播的好短啊，感觉，因为我中间离开了很久。今天播了有一个小时没有了，有吧？没关系啦，过两天还会播播的啦，已经连续天天都播了。很想知道那些职业主播每天都播的时候他们在聊什么，他们都干嘛。带货，哦，他们在连麦 PK。学习不来。好了，这首歌放完了，下播了。对，我是颜值主播。晚安啦，宝宝们。晚安，拜拜。谢谢今天给我送礼物的宝宝们，谢谢你们破费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然后感谢陪我唠嗑发弹幕的宝宝们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